十一，11. 有钱人可能很穷。一位富商想让儿子体会什么是贫穷，进而懂得感恩惜福，于是把儿子送到乡下的朋友家。 寄居在乡下的日子结束后，儿子回到家，父亲就问他：“你知道什么叫做贫穷了吗？”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儿子很肯定的回答。“那么你说说看，到底什么是贫穷？”父亲露出充满期待的笑容。儿子回答。 我们家的鸟笼里只有一只鸟，它们几乎每户都有狗和牛，还有好多只小鸟和松鼠。我们家里虽然有游泳池，它们却有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河流。我们家的院子。 在晚上有明亮的电灯，不过他们却拥有满天的星星。我们家虽然宽敞，它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却更广阔。我们的食物必须花钱买，可是他们吃的全是自己种、自己养的，有多余的。 还可以送给左邻右舍。我们生活上处处需要仆人服侍，而那些人除了照顾自己之外，还能服务别人。我们家的四周只有墙壁保护，那些人却有一群保护他们的朋友。听完儿子的话。 父亲愣了一下，顿时哑口无言。